我已经吃过了。惨了惨了，我可能要吃。那这边怎么办？我刚记住了。那这边怎么办？哎，有了。宝贝，我刚起床。宝贝，你看我今天化妆好看吗？好，等我去。这样包里有可以吗？好。宝贝，今天好累啊。谁呀、小志不在，我是他同事，我帮你叫他。你不是白马小志吗？不是不是，我认错人。对呀对呀，这不就是你吗？900多万粉丝。不是不是，我不玩这些。还说不是你？都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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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又是外卖。哈哈，果然是你，这外卖我赚，我要放。在化妆了，宝贝。我在换衣服，宝贝。我在扶老奶奶过马路呢。小伙子，谢谢你啊，这是第二次。我快到了，已经在路上了，幸好还有多久啊？喂，宝贝，你在哪？自己吧，不用来了你。啊。我现在还有点事，下次请你吃巧克力啊，拜拜。好可爱，快把头发摘下来。
号是吗？宝贝。